什么是业务员？业务员是指在组织中担负具体专项经济业务，如生产、计划、跟单、财会、统计、物价、广告等具体业务的工作人员，同时也指负责某项具体业务操作的人员，在制单时都可以称为业务员。业务员必须具备以下素质：一、胆大认真，要对公司、对产品、对自己有信心，在拜访客户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，要有一种平衡的心态。二、心细，在会谈中要注视对方的眼睛，还要学会倾听。三、正确认识挫折和失败，在做业务工作当中会有很多次失败，要不断总结自己的失败之处，吸取教训。